两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搁一届和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日咱要做伙来看《史书记》的第四甲第五章。今日读的这两章所记载的是史书底波拉和战书巴拉伊的代志。伫底波拉的号召，甲巴拉的带兵的下面，因打败了迦南王亚宾，甲伊手的将军西西拉，国中太平四十冬。经文的一开始讲，伊弗死了后，以色列人阁行耶和华目睭中看做歹的事。咱头前已经有讲过，以色列人无愿意专心跟对上帝，这是因不断落伫苦难内底上个主要的原因。啊，这一摆上帝兴起北部的迦南王亚宾，正做因的对敌。伊的将军是西西拉，啊，有战体的战车900架，啊，这是当时来讲是非常强的一个军力。因为着算讲，伫所罗门王上个强的是，伊的战车嘛只有1400架那点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受着真大的欺压，有20冬的时间。但是上帝一听以色列人的呼求，就兴起底波拉来拯救因。底波拉是一位女的先知，本来住伫以法莲的山区，伊为着百姓来做法律上的判断。底波拉是史书记内底所记载唯一一个女性的史书，这伫当时以男性最中心的以色列社会内底，通讲是非常难得的。这予咱会当看到，上帝在做代志，往往是超出人的想象。上帝通过底波拉以做先知的能力甲声望，号召了巴拉通组织军队来保卫领土甲百姓。巴拉伫史书记内底无予人来做史书，但是咱若看撒母尼记上卷的12章11节，有讲到四位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史书，其中有一位叫做比但，所指的应该就是遮所讲的巴拉。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伫遮就直接甲写作是巴拉，所以巴拉的角色实际上就那亲像是一位史书，但是伊那亲像是较无有信心。所以就要有底波拉甲伊三个同行，伊才有勇气去对抗亚宾王。巴拉带领10000的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，啊，去甲西西拉来作战，完全打败西西拉的军队。西西拉家己也伫逃走的过程内底，被一位妇人人啊雅亚所害。亚宾王的势力完全受消灭。第五章是一首的诗歌，代表是第四章。咱头前所看这战争的前因甲后果，是圣经内面真早的一首咧讲代志叙事的诗歌。底波拉虽然是一位女性，伫当时的社会文化内底，通讲受到侪侪限制，但是当上帝选掉伊的时，伊就会当承担责任，为百姓带来拯救。真侪时阵，咱也会感觉咱家己有真侪限制，无法度做啥物。愿咱通做伙来学习底波拉，勇敢来回应上帝呼召，通成做上帝所使用的萝卜。